怎样？全部人一起进来，我超蠢。跟边装备，四个人都好被乱。那回一下讯息。一般的雷二。干什么？我拿到五的 PT 了，我怎么拿的？检举你哦！我刚在里面一起死，拿到五 PT 耶、欸？为什么？敢欠检举？为什么你有？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有。陆三虎那边吧，不管那雷二。怎么优越就有一个个别的啊？就他是草莓教主，天啊！我在想，其实优越很喜欢吃草莓，然后故意说他很讨厌吃草莓，大家都会贴草莓的图给他看，他就很爽，很优越，有没有可能？很爽，很优越。很爽，很优越。对啊，他叫优越啊。哎，江江，你要不要先来？我先吹笛子啊。对，等我一下。完了，自己下。他在传讯息问说：“我可不可以过去帮那个隔壁的？这边都是疯子。”不是。莫名其妙叫我穿魔女小魔女的衣服要魔幻舞台。装逼！还没？哎呀呀呀！要吃到，要吃到，吃喽！跳下去了、欸。嗯。欸，没有欸，他又不是。好像又是。是啦是啦是啦，他跳下去了啦。拍个上去就，拍个上去就，我断线了。把你脱离了，小魔女。我断线了。刚刚吹的 buff 全没了。欸，我也断了、欸。不会死定又爆炸了吧？又是停爆了。欸，都断了呢、哦，完了，哎呀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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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我把机器人叫起来，放那个小魔女的歌。哒哒哒哒哒哒。你们死的好惨呐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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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我们在你集会区啊，你要不要打开动作看一下成员清单？我自己是离线的。对啊，我是离线人呢、欸，你怎么看得到你？我们在那边，你爆，你可以用讲的好吗？啊，他不见了。我集会区域是找不到你们的啦。我也找不到了。我现在也爆了，我看不到你们。现在是变单人啊。先出去吧。自己建立集会区域是。我先去厕所。哒。冰咕噜冰咕噜冰冰。哒哒哒哒。有啊，奈斯来到集会区域了，白痴哦。要什么都弄好了，结果还没开打就爆了。对啊，水那些都喝了哎、欸。有没有优越？其实啊，他也不在，他也没挂台啊。讲他的事情，他也听不到啊。你可以故意说你很讨厌、很不敢吃什么东西，他们就拼命传贴图给你吃看。
你就看得很开心，就像我才不喜欢萝莉，萝莉好恶心哦，就一大堆贴萝莉的照片给你看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说他很可爱、很恶心？你就很可爱啊！”然后就是狂贴，故意洗脑，就故意说不要，好恐怖哦！你网路爆了，也只是你爆了啊！啊，我们那个你那个集会所的那个权限会转交给另外一个人啊。对，是奈连的回去。那是在我的集会区域啊。我们在他的集会区。我靠，你们那边三人。你要重新魔幻舞台，再练习一次。刚失败了。重配。刚开好了啦。刚好我叫不出来的东西，你可以帮我叫。你要叫什么？救命啊！我要力战十套龙，我要一般的十套龙啊，不能，我只能叫出力战。行。还要雷一般的雷二，你应该也叫得出来。我们来用魔幻舞台叫出来。好，好呀。那我就要先叫，然后我们再开始。外观设定，等一下我先存一下那个杰洛特的外观。我进来了，进去就有金狮子可以看了。更变外观，更变装备。一下杰洛特的外观就行。哦，我装那个啊，暗战。干嘛？很好笑欸。然后我看到有够蠢，他所有武道都很适用欸。你再去装一个那个啦，你去装机关枪的 mod 啊，去找一下啦。肮脏，跟不用好不好？拿散弹枪，拿散弹枪骑乘就可以了啊。软化了。机关的时候才能有那个动作。等一下啦。是吧？不是，先要叫雷二还是先叫四号？他不是先叫四号。那为什么不在三号营地？在1号。我在三号营地啊。我在三号啊，你们两个在一号。所以我只疑问。哦。先叫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先去放爆。石头龙。有一只残爪啊，路过各位，给他一点空间。我从另外一边走，另外一边，我们跳下去，我们跳下去。别。残爪跑了。他叫了吧？你要放哪里？超过这边吧。爆，他有爆那么高吗？可以啦。来。哦，没对准，你看吧。My bad. He shows. 哦，哪个？右边的。啊，右边的。来，你算。太远了啦，滑道。你这最好哦。滑道。来来来，我吗？啊，你用啊，谁帮谁用啊？我快了哦。雨山。陆续进帐篷很蠢，谁先进的话谁先进。啊。
投票好吗？你要吹那一张吗？手机？我会啊。哦，那我就不带那一张。什么奇怪的仪式？你看，奇怪仪式让我变成大猩猩，虽然他们看到的不是。我看到你是蓝色恶心杰洛特，靠！你也换个颜色吧，你超蓝哎、欸，好蓝。真的假的啦？你超恶哎、欸！我看，我看。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我不动，我不动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拍个照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就直接用现成的哈。啊！你是。这个是那个蓝，这个乱手啦！你超蓝呢、欸，你蓝到一个恶心呢、欸。这紫色啦，他你我知道他有，我知道他有，所以我没有刁他，我要纠正他，这是紫色。你很像从化学药物泡上来的人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小魔女哆瑞咪的厉害，这是音符的颜色。不要侮辱音符哦！我没有音符，哎、欸，音符不是这颜色，我说颜色、欸，哎。我很喜欢音符，好吗？等一下出去，你他妈给我换颜色就够了。你要提醒我啊，妈的！我刚才以为你是穿洛克人装，你知道吗？然後你是洛克人，我直接套用，我就直接套用吼。刚刚你问我怎么还没进去，我在套用那个杰洛特啊。啊，我现在看到我全身都是黑色的嘛，我怎么知道我是紫色的？那、啊、出去干嘛？我还没吹一个回来哦、喔！快点！我都忘记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这猴子很会扭。是他，我们不走这边吗？为什么你走那边？啊！我习惯直直的往下跳、欸。我到啦、啊。他隔壁啊。啊！哦，很好。啊啊，奈斯嘞？我来细虫没勾到。我在这里哦。怎么在这里？什么东西？刚走错路了。哎、欸。怎么了？哦、oh, 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刚刚准备要下喷，没事，猴子有在做事，不用怕。我靠，猴子会讲的话，我要在你们面前跳。啊、oh, ，形成肉感。红旗岩，喷地板。你那个也嘟太高了，你嘟得到他翅膀吗？我泡泡得到哦，但是我就不能泡头了。
枪断太慢了，还是热快？一个人在那边不用不用不用，其他三个人在那边捡东西。我感觉到了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对了，你可以去捡了，你可以去捡了。这边还有尾巴可以挖。你看到他腹中有东西。那这叫孩子啊，他有二十秒可以。啊，可以准备那个魔幻舞台吗？大车，大车！我捡东西不搭了，不搭。他跑去找你们了。哗，没拍到。老司机带带我，老司机带带我。魔道。我靠！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咱们要中瘴气啦！靠，要我中啊！有人中啊！哇，好！好了，没事啦。网路怎么爆炸啦？我刚刚 DC 直接爆炸，然后网路炸掉，哦 DC 登不进来。你一定没有魔幻舞台。那是什么？你有看过《小魔女斗雷米》吗？有啊。那怎么会不知道魔幻舞台？什么意思？这游戏可以这样哦？你没有看台哦？哇，抓到了！我挂台，我在猎龙里，我怎么看？啊，也是啦，很有道理。给过。你可以看记录档啊。啊，还要看记录档哦，是吗？我睡着了。我刚刚明就喊得很小声，你怎么有听到？哪那么大声？拜托。前面有巨大矿脉，还要看记录档哦。你的记录档都很长哎。那是大凶恶龙吗？哦，凶恶龙。凶恶龙，大凶恶龙也太小只了吧？这个不，我上次看到是这么小只啊。哪个？很大只了哎！天哪，
是有点大、啊。那他就是大凶恶龙的预备军。雷二吧。还要砍哦！啊，不砍不砍，再见再见。嗯。我还想说江江站在那边干嘛嘞？我想哦，艾博。你知道我发现很多开始说谎都被我戳破了。我听到已经好几个跟我讲说他每个记录档都会看完，对不对？结果发现我前几天的那个猎龙的记录档就只有13个人看过，然后这是第一集啊，就是分段有1到8集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13个人，然后最后一个只剩下6个人。雷二没差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没什么在看，这还好。然后他叫哪里的瘴气还森林？看你啊，看你！我才不相信真的有人会认真的看完记录。我相信包包会的。那还有没有比较好笑的是那种玩那个轻松生存那一整部嘛，1到8，第一个还是猎龙，然后猎龙300多个人看，然后轻松生存就500多个人看，哦，好爽哦！一开始骗到广告钱。很不习惯快速变形。嗯哼，嗯哼 ，OK。不是有人还在吹吗？没有啊，这个还好，这个你们可以先到过去再吹。我习惯了啦，他说这样子。没有啊，我想说他没有喊停我就飞啦。停！来，我卡在那边等你。你就直接到吼。你们去楼上打，去楼下吹啊，不然就是你们在楼下打，在楼上吹啊。有一张吉利的。你想干嘛？没有，我只是说一下。那、啊、你们是？啊？没有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有。不是，我看江江怎么突然回去，不知道干什么，我看一下干嘛。我在挖，我在挖主机。为什么没有主机？为什么你挖得到我挖不到的东西？怎么了？他刚跳下来，抓头的途中他跳下去，我就受伤了。找不到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哦，蜡棵树。那像昨天不是，他还在打、啊。哦，那藤蔓陷阱怎么用的？不会是你用的，他自己去种的，你没那么强。什么？你呀、啊？不是啊，我以为那真的是我用，我想说什么时候那么厉害了？那自己不小心踩到的嘛，所以我才说你没那么强啊。我很诚实的伤害了你。我呀。不客气，真有礼貌。我看那个大神玩掌谱。随便切就切换的，有什么切的？什么大蛇丸什么东西？他那个日本大神哦，斩斧的大神哦。对啊，玩剑斧啊，他随便斩，随便换嘞。我怎么看不懂怎么用的？我到现在还我也看不懂秀秀在干嘛，睡着了。什么？我没有睡着啊。谁在理你啊？你刚不说我在干嘛？我也看不懂你在干嘛、啊。哦，我在交任务。不是，我指的看不懂你在干嘛是打魔物猎人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哦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没有，我这套没。
所以我要 C 橘灯才可以。一刀，我们全部的人只有板井有耐冲而已吧。我一定要耐冲啊！我现在每一套都耐冲欸，除了不耐就被队友断了。除了一个，除了你配的那把大剑，跟一把太刀没有耐冲以外，我发现有些耐冲太绑了，没办法。没办法、啊，除非满满的都是四格洞，还一件装备两个四格洞，然后你还是不会装耐冲上去，有没有？我还是如果有空位，我还是会装，没有那么突击啊。反正那个剑谱有 bug 就还好。不是有说什么超？什么解放，然后解到一半，然后在零距离解放吗？有啊，我会啊。啊！我就昨天就是在试啊，一套3000呢、欸。无耻！秀秀有没有想练了？一套3000呢、欸？那是什么？我也想要。你做不出来，你做不出来啦。不是，你现在就算你有一把锤子，你也可以一套3000啊。只是你现在做不出来而已。没有你他现在拿你那套装备也打不出一套3000啊，一套有1500他就要笑了啊。真的真的收起来了，滚三圈啊，叫那么大声。不是，我不是被弄到，我是自己踩进岩浆。跟你讲说滚三圈啊，所以说我就说我不懂你在干嘛、啊。踩到岩浆也是滚三圈吗？你身上有烧起来就是啊。我没有烧起来，就是一直扣血，一直扣血。洛克人在吹笛子，有够蠢。干你屁事！我在你面前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你很想被晕哦。我去找你了，洛克人。没拉去怼，去怼，去怼！你看，这是打喷嚏的声音啊！可以刷了 ，OK。ADD。嗯。音乐还在，他没有睡觉。可以闪啊，他在闪啊。HTT， 你有什么看我？好呀。对不起，该死，我好像没有陷阱哎。我来。对不起，该死。我只拍手，这真的好笑哎！杰洛特形象变猴子了。观众看到的不是杰洛特，还这里有争夺地盘的痕迹。迪安，哎呀，我觉得轻松真诚表情注意，主要是因为麦快，而且对啊，是啊，当然是这样子啊。可是也是因为轻松生存，我的频道又重新起来了。之前起来是因为那个 ATN 嘛，那现在是轻松生存。可是轻松生存就是只能礼拜一玩而已啊。还要打什么？麒麟吗？可以啊，不然就是再一支10炮啊，我10炮也蛮缺的。
他昏牙克制吸血。对啊，有克制很多。感谢爹爹的100个星星。然后刚打四套的时候，我忘记把我的那个解锁了，没有什么神符。那我就叫四套。哎呀！解除固定。哎呀！哎呀！那你不是也缺雷二吗？打完可以再打一只雷二啊。我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缺哦，我没讲，我缺的是黑角龙。哦，那等下叫黑角。要不要喝点水？我黑角是叫不出来。哦，我的黑角是力战的。那等下我开啊，我帮你叫。打完这只知道我开黑角。看一下你龙眼的等级是快吗？是等级。哎，你龙眼的快爆了，等下去挖，好不好？挖完再跳出去。那你是受不了诱惑咯？怎么了？我的话巨大矿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开打了。他被火烧到了。被火烧到了，没有啦，江江把那个总火石丢地上啦。哦，我想说哪来这团火把它烧了？打飞！我帮他装了一颗眼睛。好。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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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跟着下来，还可以再撞一次哦。那、啊、他上来了，敢把他撞下来啊！烦死了。哇！撞吧，撞吧，撞吧。哇！烂墙、哦。可是刚将我撞成功呢。我撞是撞左边那边。他变对啊，左边比较厉害。哎。比较左边也是正常的，左边的左边 buff 啊，对吧、啊、？ID buff， 嗯嗯嗯嗯，没事欸，我们冲出去睡了。干嘛？睡着了。
东西。我也没了。好。哈哈，你跟我撞一模一样啊！果然不是左边撞的不行。真的哎、欸。可以一次，还可以一次哦。哎、欸，他要喷了。我不撞下去。下去。哦、哎呀，冲到一半断。哎，突然就下来。逃避哦！听不习惯呢，天哪、啊！我喜欢听女生的。哎、欸，飞磊、欸，飞磊的我好像也缺。冲啊！这边都吹得到。